大爷呀，你换条街偷吧！老梁，你说这话忒也难听了。何为偷呢？我这明明是借。不信你看，我这都记着呢。昨日三两饺子，前日二两馄饨，大前日四两丸子，再记上今日的这二两肉饺子。老梁，你就给我吧，带我来日高中状元，必定借一还十啊！你个小贼，给人家娘分薄面，你还真办上了是吧？啊，住了，滚！ 快快快！何记兄，来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！你们这帮啊，招君不知会秀，会姑不知春秋。又来了，又是远点。好的，稍等。目光短浅。刚刚开张的包子铺，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出锅了，大家看一看啦。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出锅了，大家看一看啊。客官，刚刚开张的小生意，买几个包子尝尝吧。不买，我就随便看看。啊，行。 新开包子铺，肉包子四个。哎，掌柜的，你又来借东西了？啊，我来随便看看。李春风，我这书斋都被你偷干偷净了，买卖被你偷黄了，明日房东就来收房，你还敢来？ 你告诉我，日后我们一家拿什么糊口？是你打的欠条吗？行了行了，掌柜的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放心啊，我去就来。安神助眠呐。安神助眠，好像不错。7年前。 偷遍淮州府的李小手李秀才，刘捕头，别来无恙啊！7年前被抓入大牢，多亏了你给了我一枚铜钱，才买了金疮药，保住了一条好腿。今儿的账得还呢。前面的官人过来抓贼啊！这个贼人将你的钱袋子偷走了。快快！ 刘头，您来了。哎，这进来坐坐。既然来了，自然要进去坐坐。刘头大驾光临，寒舍蓬荜生辉啊！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知道给自己找个正经营生，瞧这家给你拜的，那读书就是正经营生。
前人说的好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啊！刘总，我告诉你，带来日午。等，这么多年来还是这些屁话。老李头要是活着，非把你打出屎来。刘头这两年在里面过得还舒心，不该你过问的事儿，少他娘的跟我打听。你看看啊，怎么还叨着起小孩的玩意儿来了？不，我随便坐着玩的。哎，别，刘头，您坐，我给你倒水啊。哎，你这一笔笔的账倒还算清楚，你是打算还呢，还是怎么着？刘头见笑了。李春风啊，说你是个读书人吧，肚子里没几两墨水，成天游手好闲的闲逛，到现在也还只是个秀才。说你是个扒手小贼吧，手艺倒是了得，可你自己却偏偏不认。若是说你这辈子误入了歧途，这歧途怕不是扒窃，而是读书吧。刘头，想当年您在怀州府威风的时候，确实没少落您照拂，这才现在心里对你还有几分敬意。但是考取功名是我们读书人的命根子，你不能拿我们的命根子开玩笑。等，懒得听你说这种屁话。今儿来是想问问你，怀州府的烟雨绣楼你可曾知道？烟雨绣楼，这个我们怀州人是自然都知道，干嘛突然问起这个？想劳烦你走一趟。我跑绣楼里去做什么？寻个女人。你将这金绣绣得华丽大气，与我们水乡的细致针法交融得恰到好处，丝毫不显突兀，反倒有种浑然天成、相得益彰之美。就像一耙巷子深，全靠大娘子运作，我们黄金才有这机运。这套怀金绣还需几日完工？大娘子三个月前便已预定，如今这大绣衫已绣好，还有那件霞帔，最近我已搭把手，最多再有十日就可以完成，绝对不会耽误过功夫新手。不急，你只管拖着，拖到最后一天。大娘子，您这是何意？大娘子，您真要如此？先备着吧，是招险棋，也是条后路。先生，怎么了？我方才在外面听说，司县皇家的黄记绣庄接了国公府一个大单子。你可听真切了？千真万确。去备轿，我要到国公府去走一趟。是。先生，
夫人午休还未醒，是，先生不如今日先回去，改日再来。 我再等等吧。夫人若是醒来，劳烦及时通报一声。哎，那我再为您换杯热茶。不必了。夫人，我们认识多少年了？回夫人，已有11年。 那就是宁国公已经走了11年了。我还记得，当时我跟他移居到这里，安家还不到2个月，就连种在这个花园里的那些芍药花还没开，他就身患急症而亡。当时我也差点跟他一起走了。 从他撒手人寰的那天开始，其实这座宅子就已经不再是宁国公府了，而是一座坟冢。我是真没想过，我居然可以在这样一个孤冢里面，一个人撑了11年。夫人，为何今日突然想起来说这些？ 吴莲，这些年来，你究竟私下做了一些什么错事，闯了一些什么祸，我都不想再过问了。不过我希望你能够理解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孤寡女子，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，全是凭我自己一步一步的算计，才能勉强让这座国公府。 有今天的局面，所以我也绝对不会因为你，就将我下半辈子全部的后路都给斩断。夫人，从今以后，我跟你就是商贩与客人，我们的祸福各自担当。这些年，你敬我的茶也不少。 今天我也敬你一杯。烟雨绣楼跟宁国公府之间的关系，从今天开始就了结了。 我记得夫人曾经说过，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得到重用，但一个太聪明的人，若是你把他留在身边，恐怕连你自己都会成为他的垫脚石，这种人才更危险。 多谢夫人这些年的照拂，望夫人珍重。你也珍重。
就是这儿，这住的地方倒是挺别致的哈。哼，肯定比你那破地儿强。哎，徐大娘子啊，是我冒失了，实在是这厮胡搅蛮缠，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，不然不肯接薛楼这活。我想着大家都是熟人，便擅自做主，把他带到了这儿。李先生，见过徐大娘子。我这便与您说个明白。 您这委托着实离奇，若是不问清其中缘由，在下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您见谅。这事儿的确是有些棘手的，是刘捕头向我举荐了您。想必您也已经听他说了，我们几人近日正在筹谋之事。您可曾听闻，咱们怀州府近日来了一位淮南东路提刑司的官员？有所耳闻。昨日在朋友的牵线之下。 与这楼相攻见了一面。如今，也与绣楼背后的两股势力都已分崩离析，吴莲已孤立无援，再也无人能保他护他。倘若此时旧案重提，便可势如破竹。今夜，妾身并非以如兰之友身份而来，而是以吴莲奸污案原告证人身份而来。 七年已逝，纵然稍晚一些，但妾身愿意接替如兰，继续状告吴莲。七年不短呐，徐家大娘子，无论你是为了公理道义，还是为了闺中挚友，能做到如此，在下身为朝廷命官，深感汗颜。只是，吴莲的靠山。 纵然已倒，若想顺利翻案，还有很多的难处，请娄相公细说。第一，你和令家小娘子的关系甚密，原告逝世，其闺中挚友，时隔七年接替上诉，你这证词的可信度便弱了几分。第二，如今衙门。 所有的旧案案牍全部骗探吴莲，不利于令家小娘子，旧案重启，总需要一个由头。依楼相公所言，妾身还需在找一些可信的证人或可靠的证物。没错，我这正在查阅吴莲的案头记录，我发现吴家大娘子。 或许是个突破口。张龙啊，对，这些年张龙儿深居简出，却经常前往福源寺烧香祈福。我去了福源寺，找到了那位和张龙儿相熟的禅师。可有什么发现？收获不算太大，我也是搬出了提刑司的身份，他才肯吐露一二。 据说，在一次诵经忏悔时，张龙儿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，似乎有些深意。他说过什么？他说：“证据就在眼前，但所有人都视而不见。” 证据就在眼前，但所有人都视而不见。这位吴家大娘子前些年还甚为活跃，亲自打理绣楼的大小事务，可近些年不知为何突然变得深居简出，鲜少露面。我甚至不确定她是否还住在绣楼内。那我今夜潜入烟雨绣楼，探出她的下落，询问她此话含义即可。能问得出来，自然是更好。若是问不出， 就只能劳烦您在这绣楼内走一走、逛一逛，看一看这在众人眼前大家却又视而不见的证据，到底为何？好，那我这边走一遭吧。就是这儿。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好嘞。
你怎么还不去啊？哦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虽然说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但是此行如此凶险，你不给点报酬，是不是说不过去？好你个王八羔子啊！当初要不是老子护你，你在牢里死了800回的。哎，你这人粗鲁！我这不是欠了外债了吗？明日我要是不给人家把钱还上，人家好好一个铺子都被我拖黄了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这烟雨绣笼里到处都是值钱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五点亲手绣的烟雨绣，你挑一件最大的，看起来最值钱的，包括你3年饭钱。不愧是怀州第一摊啊！大半夜的，闹鬼呢？刘瘸子，你喝酒了？过来。干嘛？来呀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干嘛呀？这……哎，你帮我把这块土给我刨开，快快快！快点啊！抽什么风？真的已经出去了。你怎么知道这地下藏着老酒啊？我在这儿住了好些年，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哎，这里头多了。哦，这就是袁家的老宅子吧？嗯，这个味道我后来一直酿不出来，主君看来还是藏了一手，没有把配方原原本本的交给我。哎，好酒。那是自然。我们家主君不仅才貌非凡，酿酒也是一绝。你心里还有他？那又如何？那他心里是不是还有你啊？你不懂，我心里有他便够了。你倒是豁达，哎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哎，嗯，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豆花西施呢？我怎么还会惦记人家呢？你就是嘴硬。你要是惦记人家，就去寻人家呀。人家现在成亲生子，家庭美满，我一个死瘸子寻人家干什么？成了亲可以和离呀，只要他心里有你，你担心什么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一派胡言。哎，要是心里有人家，就应该成全人家，别抓着不放。再说了，
人家小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添什么乱呢？何必这么折磨自己？你还记不记得，我们跟随赵云的货船去到群州府的前夜，你跟我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你说你怕我一路上会被赵云轻薄，怕我受他的屈辱。我这辈子啊，遇到的男人都是上赶着想轻薄我的，这个世上只有两个男人担心我被人轻薄，一个是主君，第二个就是你。从那刻开始，我心里就想着，我柳三娘这辈子就交了你这个朋友。咱们江湖儿女啊，行事仰仗一个义字，你要是真念我的好，不如帮我弄双像模样的鞋来。哎呀，你说话就说话，你脱什么鞋啊？这鞋匠啊，从来不考虑跛脚之人。你看，做的鞋子底子都一边高，走起路来真他娘的磨脚。哎，嘘嘘嘘，我这好好的雅致都被你给熏没了，哪来的给我滚哪儿去？滚，我这就滚。哼，你要是不想我陪你啊，我还懒得理你呢。你喝吧，我先走了。把我酒留下。放酒？放个屁给你，要不要？你先生，先生，出什么事了？后厨失火了。那还不快去救火？是。先生，要不要去跟大娘子通报一声啊？去吧。是。何事？后厨着火了，来跟您通报一声。知道了，把门关上吧。哎，谁？吴大娘子。你是谁？我并无恶意，只是受人所托，来向您求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令如兰这个名字，您还有印象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曾经说过，有一个证据近在眼前，所有人却视而不见。请问这个证据到底是何物啊？吴娘子，我只求您一句实话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走吧，要不然我喊人了。若您心中有愧，求佛求仙，倒不如说一句真话。你出去。打扰了。近在眼前，但都视而不见。先生，这火太大了，要不要先将贵重物品搬一搬？
去叫千火军来。哎，等等，若是这火还是扑不灭的话，将我书房内的东西都搬出来。证据是个什么东西都没问出来，这让我如何找？罢了，今日先等他回府吧。尤其是那五年亲手绣的燕玉绣，你挑一件最大的，看起来最值钱的，包括你三年饭钱。你一心要把我逼入死局，那我也不必再等了。皆仕途叵测，探账本难清。别说，还真与那小猫贼十分贴切。这已经快亥时了，李先生该回了吧？放心吧，那小子他的身手就算打不过也不至于逃不掉啊。查到什么没有？如何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受伤倒是没有，不过恐怕要让二位失望了。那吴家娘子口风忒严了，什么也不愿意跟我说，我就放了一把火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了一通，确实没找到什么证据。还是要感谢先生愿意如此以身犯险。嗨，那都是应当的，只不过今日这么一闹，那烟雨绣楼肯定会加强戒备，今日不便行动，等过几天吧，若你们还有需要，我再走一遭也未尝不可。那先提前谢过先生。谢过徐大娘子，今日时候不早了，在下告辞。哎，等等，贼不走空，
去了趟烟雨绣楼，摸出来点什么东西？哎呀，那种地方都是些女儿家红红绿绿的衣裳，哪会有什么宝贝啊？拉、哎、出来吧你！我靠！对，还说被摸到，老规矩，七三开。你拿过来！你个黑心捕头，你现在都下过狱瘸了腿了，你还要跟我七三开啊？你小心我报官，抓你再吃七年的牢饭啊！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把我还我！我拿我的。等等，干嘛？等等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是张蓉儿口中的证据了，无莲的战利品，一副受害者的名单。这每朵梅花下面，应该都是一名受害者。他每朵梅花下面也都应该是一个证人。也许他们现在很难出来作证了。但只要我们能劝来一个，这局面就能有转机。那我们现在就行动，能说服一个是一个。等等，如今这落梅图被我们拿走了，也不知吴莲会有何行动。这红色的烟花便是召集令，燃放之时会有风鸣之音，九曲而上，宛若游龙。若我们之中有任何人不慎身陷险境，便将其燃放，其他人无论如何都要速速前去营救。
欲锁重围，天南又地北，他千江又万水来走回，路高云不收，诉说着惭愧，长夜又当岁，朝此生若不归，一无风吹落，一场场雪茫茫，何曾只有所想？心别忘，你心风霜，心热血归凉。一步步就回望，一夜夜会思量，山无长，从今年。Yeah.